全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各种文明病，如中风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等。近年来，无孔不入的各类传染病毒也令我们陷入恐慌之中。难道这是社会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吗？为何当社会越进步，医学越昌明，令人闻之色变的文明病却不断向我们张牙舞爪？那是因为一般人错误的饮食观，导致身体无法取得均衡的营养，影响了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身体免疫力因而下降，结果文明病就此趁虚而入。加上常常暴露于空气污染、水源污染、生活压力、缺少运动和作息不正常等等的这些不良因素，也是使得原来已经患有一些小病痛的我们自然免疫力加速减弱，继而助长传染病和文明病入侵的罪魁祸首。一般人认为，没有患上严重疾病，身体就一定健康，这恐怕是错误的观念。事实上，只要身体出现这些小病痛，就表示身体已经发出半健康的危险信号了。如果置之不理，这些小病痛将逐渐恶化，最终演变成各种疾病。不过，我们不必担心，因为在科学家不断进行研究下，早已在70年代理出了一个解决方案。我们回顾1975年，当时因为现代医学对与日俱增的文明病束手无策，美国参议院因此汇聚了全国顶尖的科学家，成立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，共同探讨营养课题。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，综合过去150年所累积的医学研究结果，终于在1977年发表了一份长达5000页的《营养与人类所必要的物质医学报告》。报告宣称，药物或手术无法有效医治文明病。我们生病，是由于体内细胞新陈代谢异常所致。只要体内细胞持续性取得均衡营养，身体就不会生病。于是分子矫正医学随之应运而生。2届诺贝尔奖得主波林博士也曾这么预言，分子矫正医学所倡导的营养疗法将主导21世纪的主流医学。的确，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，如Johns Hopkins 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，已经把细胞活动列为必修科。所谓分子矫正医学，也就是细胞矫正医学。分子指的是组成人体的60兆细胞，既然细胞新陈代谢异常是百病的元凶，那么只要这些异常的细胞被矫正过来，就可帮助改善病情和抵抗疾病。要细胞恢复正常，我们就必须满足细胞的4大需求。第一，均衡的营养。第二，足够的氧气。第三，纯净的活水。第四，健康的心灵。而爱康分子矫正医学保健理念所强调的4大步骤，正是基于上述科学观点所衍生的。步骤一，摄取均衡的营养。世界权威的营养学家 Dr. Regner Berg 建议，要维持健康，我们每天必须摄取80%碱性食物及20%酸性食物，而蔬菜、水果、牛奶、蛋白及藻类便是我们常吃的一些碱性食物。这些食物必须含有身体所无法制造的
46种必需营养素及适量的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纤维与水分。可惜，在我们日常所摄取的食物中，多数增添了化学成分，加上现代人不良饮食习惯的环境底下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符合这项要求呢？即使我们非常照顾饮食，也无法确保所摄取的食物含有身体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素。举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在美国就有1/3的癌症死亡案例是由于饮食失衡及营养不足所致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外来辅助品来为细胞补充不足的养分，每种营养素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步骤二，增加氧气的摄取量。氧气是生命之源，每一天身体通过新陈代谢制造数以万计的新细胞以取代耗损的细胞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氧气供应。此外，氧气也可中和危害人体的物质，把在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致癌物转化为无害物。但往往现代人却因生活节奏紧凑、工作压力、缺乏运动以及时常身处在冷气房里，而造成体内细胞缺乏新鲜的氧气，最后引发各种慢性疾病。要增加细胞对氧气的摄取量和促进血液的循环，多进行体能运动、刮痧运动及服用适当的辅助品，就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步骤三，排除体内毒素。排便是清除体内宿便的基本管道。我们每一天把食物吃进肚里，不被消化的残余废物若不被排出体外，它们将累积成有毒的宿便，滋生病菌。过量累积的毒素将渗透肠壁，重新被血管吸收，然后散发到身体各部位，进而影响细胞的健康运作。这种自行中毒的现象最终将诱发各种严重疾病。根据日本一份有关肠道的医学研究报告指出，即使是每天排便的人，体内也会残留6-10磅的宿便。还有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指出，大肠癌预料将成为先进国家的首号杀手。步骤四，健康调理。要身体健康，我们每天需要摄取均衡的营养、充足的氧气及定期为身体排毒。如果我们长期忽略这些步骤，加上常常身处在污染的环境和压力的生活当中，而又没有好好的休息，那么久而久之，身体细胞就会产生异变，造成身体部位的不适，不及时改善的话，将演变成各种严重疾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外来辅助品来滋补及活化不健康的细胞，为身体特定部位进行机能性调理，以改善身体部位的不适。由此可见，艾康分子矫正医学的4大步骤，可确保细胞获得充足的养分，以促进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。而艾康引进的一系列辅助品，皆可弥补现代人在保健措施方面的不足。总而言之，万病之源始于细胞的新陈代谢异常。如果要避免细胞新陈代谢异常，就必须掌握艾康分子矫正医学，以了解及满足细胞的基本需求，进而提高身体的自然免疫力和自然自愈力，以抵挡病菌的入侵及加速身体从病态中复原。艾康分子矫正医学是个主张自我管理的疗法，所以您的身体是最好的医生。记住，预防胜于治疗。